我找到一个，伊莎贝尔，他在这边干嘛？果然很奇怪，昨天说卡戎会在今晚上到达无限大厦，今天又说还要等到明天，一切就跟昨天一样，这里的昨天就像不存在一样。难道说这里的时间像那个物理一样？伊莎贝尔，对了，这一定是发生在之前的事情。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找到那个所罗门。音速小子，我们接着找，一定还有其他线索。搜索搜索，伊莎贝尔。到达未来的第十三天，不，第十五天，果然记忆也被干扰了。如果那个伊万的研究没有错的话，现在是时间立场启动后的第一天。卡戎会在明天的晚上到达无限大厦，不，未来的明天永远不会来的。那么钥匙啊，不行，我不能忘记时间火种。没错，有了时间火种就能进入那个大厦。艾娃一定要等我，我会找到时间火种的。如果艾娃留在这个未来城市里面的话，他就不用等了，他就可以有无限的时间可以等伊莎贝尔做完他要做的事情，这样也是挺好的，不是吗？伊万教授，你回来了吗？他还没有回来啊，我们就这样进去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当然会生气啦！你穿着这样回来，是武僧伊万教授。嘘，小声一点，被尼基塔听见我就丢脸丢大了。你们找到这里，难道说音速小子发现了讯号，就在你的房间里？果然没错，我看到的应该就是那家伙。请问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即使我说不，你们也会进去吧？跟我来吧，我来开门。这里是监狱吗？这是我的研究室。研究室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这里研究那个无限大厦，只不过时间没有给我进步的机会。那么你是想起来什么，所以回到这里？我也想亲眼看看那个幽灵。是伊莎贝尔。对，伊莎贝尔。这就是那个伊万博士，看起来只是个疯老头。什么疯老头？穿透迷雾，时间洞察力的发现与分析，古代传说中的时间隐喻表征，未来时间的心理结构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说什么？这个是……别看那个啊，该死的影像，伊万的日记。时间立场启动了，我写下这本日记，为了不在这个无尽的一天里面迷失自己，看来不是一无是处。卡戎明天就会靠站，贸然解除时间立场，恐怕黑潮马上就会吞没未来。那么要打败所罗门，只能登上无限大厦。原来尼基塔喜欢的是超级市场的布丁，又是没用的信息。该死的影像！我搜遍了整个未来，所罗门好像把火种藏起来了。最后的可能是，哎，怎么没了？你要干嘛？你不会是要看我的日记吧？我要知道火种在什么地方啊！这种事情当然让我这个主人来做啦。那个混蛋，怎么啦？他把那页撕掉了。糟糕了，继续在城里探索吧。他留下的线索应该不止这些。这里也有啊。不死之城唯一的死人，不死之城唯一的死人，这是什么谜语？不死之城就是未来啊，唯一的死人就是所罗门自己啊。
难道我曾经解开过？记忆越来越混乱了，再不找到时间火种，我们就要彻底陷在这个地方了。不行，我一定漏了什么，得再去一趟那里。他说那个地方究竟是哪里呀？去问问托马斯吧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那是要去时间岛吗？还是……啊，果然在这里。托马斯，船长，不死之城唯一的死人，你们知道这个谜语说的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想你们漏了一个地方。可别吹牛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整天待在岛上的。岛上？你是说时间岛？没错。但我们就是从那个岛上来的。所罗门，那个家伙肯定还没有死。那么他的墓地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约翰，快，我们回时间岛。谢谢了，火箭小队的大家。他说谢谢我们。哈哈哈，以前的妈妈似乎更加严厉一点，整天愁眉不展，只有在玩大地之子的时候才会露出笑容。老朋友们，看来我们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。决定了，目标时间岛，我们会在码头等你。哦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火种的。好冷啊，不管来几次都无法接受这岛上的天气。这里是时间立场的边缘，也是风暴最猛烈的地方。人都到了吗？没时间抱怨天气了，快跟我来。是说这一天还真长啊，还好这一天特别长，他们才有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情。真冷啊，这个鬼地方。罗伯二号，罗伯二号，那家伙去哪了？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的。找那小子也没用，所罗门的机器人也不会把他秘密告诉我们。发现，发现，伊莎贝尔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没有死。哎呦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把时间火种交出来，还是说要我自己来取？你要的是什么？是财富？是权力？还是长生不死？只要到了未来，你能够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连死亡都与你无缘，何必非要冒险去无限大厦？别想拿那种幻影敷衍我。看来你已经知道了，不过你有做好觉悟吗？只要能救艾娃。哈哈，太精彩了，是什么让你如此执着？是忠诚、友谊还是爱情？哦哦哦哦，看来是个行动派。拿去吧，时间火种，带上他们去无限大厦，你要的东西就在那里。可是火种被他拿走了，我们就没有了。爱情、忠诚、爱娃，很快很快就能治好你了。是的，伊莎贝尔的时间火种是所罗门给他的。那个就是你们的朋友吗？那是伊莎贝尔，他把时间火种拿走了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所罗门就葬在这里，要是罗伯二号在的话。潘姆船长，船已经停靠好了。这个声音，你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。这是那个所罗门的墓，里面好像是空的。我知道了，如果那家伙没有死，那么他的秘密一定就在这里。约翰，我们下去。等一下，下一次钟声响起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今天发生的事情。不过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出现的。船长，大家去吧，
就像以前一样，背后就交给我们吧。哦，是说这游戏的地层怎么都是同样的音乐啊？好黑啊！他的墓为什么要建这么大？一定有鬼！差两个，不过我应该已经漏掉了吧？等一下，这边的路怎么走的？是这个时候可以走吗？有的时候我还是真是搞不懂。那不然就是这一，这是有洞吗？没有，好奇怪啊！算了。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漏掉东西。在下面，可是要怎么下去啊？150，终于有钱了，我的天哪！那边有宝箱啊！哟！高级装备零件。他们自己的石头去打他们是最有效的。章鱼乘以三。
要打王。这是什么？狗？哦 ，nice！ 哎呦！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那个，完全没有后坐力，全部是霸体。啊！我闪过了山，一直被打到。啊！来呀！先吃吧，先吃吧。OK， 打倒一只啊！耶、欸，果然还是炸弹厉害，不然没有霸体实在是太讨厌。没有那个击退实在是太讨厌。还有什么可以吃？这个 ，nice。这边还算是所罗门的墓是不是？哦，炸弹！哎呀！哦，终于隔了这么久，又拿到一个钥匙，这样。这个，好像怕这个，被赶出来了。还是硬打比较实际一点，用其他的都是自找麻烦。哦，木
室，终于到墓室了，是吧？说嘞，时间火种，那真的是时间火种。为什么伊莎贝尔可以那么容易拿到？我们哦，敲钟了。约翰，快！火种都拿到了，这下可以进无限大厦了。船长，我们要去无限大厦了。今天能不能？今天不能帮你送邮件了，是吗？是吗？你们一定已经拿到时间火种了吧？我们在所罗门墓地下面找到的，原来在那个地方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怎样？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太激动了。你们放心去吧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出现的。汉姆船长，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嗯，果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们总会忘记很多事情，不过啊，有些事情是刻在心里的，想忘都没办法忘记的，对不对，小三？船长，你果然没有忘记。那我们出发了，今天会把艾娃跟伊莎贝尔带回来。还可以升级什么吗？照顾武器，他怎么了？而且为什么他的那个反应有点怪？升级炸弹，升级砰砰枪，升级齿轮枪，升级齿轮枪好了。齿轮枪还蛮好用的感觉。威力变大。好，剩下的要去买菜。我记得伊莎贝尔用火种点亮了这个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？那是时间的牢笼。是船长，还有大家，你们全部都没有忘记。遗忘并没有那么糟糕，只要还能想起来的话。是托马斯告诉我们，过去的时间，过去的事情，昨天的事情，还有火种的事情。我如何才能点亮这两个东西？就像伊莎贝尔那样。这是所罗门的设计，你已经拿到了时间火种，就一定能够打开它。你要去感受，感受你身上的火种，感受我身上的火种。我身上的哦，真是壮观！为什么门没有开？为什么门没有开？果然还差一点，还差什么？我想你们的朋友可以帮这个忙。剩下的手术要在这里进行吗？让我简单的说明一下，这小子体内的能量太庞大了，修理厂里面所有的设备加在一起也难以负荷。收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冷静，冷静，所以我才会让你们来这里。这个高塔，哦，用无限大厦的大门吸收这小子的能量，就能完成他的手术，还能打开无限大厦。秃头，你真是天才，不过和我比还差一点。闭嘴，我就是天才。还有，不准叫我秃头。丹尼尔，你的手术能成功了。如果计算无误的话，他的能量刚好可以打开这个无限大厦，也能完成他的手术。现在这个时候说再多都比不上实际尝试更具说服力。来吧，孩子，我们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是。请问我应该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我想你只要站在那个圆盘上就好了。圆盘上。终究还是打开了。手术成功了吗？非常成功，你那个异常的能量已经不存在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好累。一定是手术的副作用啦，是吗？那我们先告辞啦，期待你们的好消息。他竟然给他穿外套给他穿，丹尼尔会冷吗？丹尼尔他没事吗？看起来好虚弱哦。那我们要进去了。要是换成当年的我，这个时候会说些什么？我想可能会对着大门咒骂一番，然后回到船坞去喝闷酒吧。我可不记得你以前有这么能言善道。大概是跟那个贫嘴的机器人在一起太久了。啊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，那我们进去了。无限大厦，为什么看起来跟墓地一样？What？欸，这干嘛的？哦！哇，这什么？那什么鬼？哼，那是时间吗？Okay， 所以有限时的关卡就对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
前往哪一层？向上。二号平台。这是外面吗？好像是外面。金钱一百，我还有机会买东西就对就对了。什么？哎呀！每个血都多成这样。走开，走开。平台应该只有分能走跟不能走而已吧，不会掉下去就好。吼吼！哎呀！nice。哦，高级装备零件。太多了吧，不过能够打退的话就还好。这边应该要用这个。又是时间，哇，好复杂，天哪！快，哇，还有加时间的。从这里，好，拿到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。都没有。
这好像是回来的。 哦，原来是宝箱啊！又是高级装备零件，那就没钱呐。不打了，打了都没好处，至少掉个钱嘛。 钱拿到了，钥匙。嘿嘿嘿，这个光球的判定实在是哦。 穿过去，哦，试一下，吃什么好嘞？炒蔬菜，然后腌黄瓜。哦，又是时间，哇，怎么这么复杂？天哪，好远，超远的。 而且这样看，我哪知道要怎么做？看来只能一步一步试了。还好不会 game over。总之先这样嘛，然后约翰这样，然后把这些打掉，拿这个东西。OK。 打掉，然后约翰留着，先拿这个。
哦，这样就过了。哦，其实也还好。来住！可以上三楼。向上。又有两边。三号平台。哇，这是王吗？只要一直走，他就打不到我。哇，还会这样子啊！哎呀，我打不到他。感觉定他好像没有什么用。但是要从另外一边呢、啊。快快快快快！嘿嘿，八嘎！哎，怎么没打出去啊？哇，这什么？只要能定的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反正只是小怪而已。
钱。不过那个狗真的蛮烦的。哦，要打王了。又是这个狗，怎么是盯到他？哎呀，这啊！又出来，家伙，看来必须先解决掉他才行。哦，两个还是要解决掉。这狗真的太卑鄙了。哦，又来了。好，见招拆招。讨厌！OK， 这次终于好一点了。是不是应该要早点叫音速小子出来？说这是干嘛？宝箱？哎，不是啊，应该早点叫音速小子补给一下，然后等他 CD， 不然一路上都没有补给，实在太伤了。you
哇，天哪！哦，差一个呢。又打完了，又是这个啊！哦 ，nice。哇，真复杂。哇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可恶！
就打这个好了，这样比较快，这样应该比较快吧。Nice， 有差这么多？时间上有差这么多？不觉得时间上有差这么多啊？好奇怪。哇，好多钱哦！现在到最上面了吗？还是还没有？它有一层吗？哦，最上面了。这一股力量，前面一定是立场的核心。看来进去就没办法回头了。终于可以摆脱这里的幻象。又是伊莎贝尔的讯息，看来我们没有走错。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再往前就回不到未来了吗？在这里呼叫一下音速小子补给一下啊。然后吃个什么呢？这个好像不错哎。哎，这只能删进去啊！哦，又是这种东西啊！还以为要打怪，要打王。OK， 这个交给我。我先把约翰叫到这里。这个时间动得好快。啊，等一下，所以顺序不对，时间超短。啊，忘了，我漏吃了那个。哇，差一秒，差一秒就失败了，肉吃了一根沙漏还是过。哦，这边还是迷宫啊。需要删呢、啊，这里都不能推，不能用吗？可以煮饭跟 save 了，要打王了。走吧。
我以为约翰要被打到了。穿过敌人，跑开，跑开！哦，血真多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，这个时候还给加血。哦，终于有一些 supply 了。这是干嘛的？这两边要站吗？然后在那边玩躲避球啊，掉下去了。最好欺负的大概就这个灯笼鱼了吧。哇！伊莎
莎贝尔是怎么通过这個？啊！哎呦！哎，这光球实在是……我那这种的不公平啊！哇塞！刚刚那个电球那边太不公平了吧？好奸诈哦！不觉得那是我的问题？还有这个光球真的是判定太扯了，是在拖时间吧？啊？还是这就是魔王战？这就是魔王战的话，我倒是没什么问题。还有一次，还有这个完以后还有一次嘞。没有能量。啊！哎，光枪，光枪！哪有这种的啦？那你可嘞？那整个判定都超差的。哪有？天哪，被那个光球给气到。啊，时间立场解除了。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这才是未来现在的样子。啊，卡戎啊，卡戎来了，因为隔天了。看来这家伙一直被保养得很好。
这可是威廉自豪的铁梦丸。哎、欸，我们在里面，在那边跟那些混蛋作对，你们竟然在那边聊天。我们一直都坐着它旅行。嗯，果然不熟。不过我更在意上面那个火箭，装上那种东西，你们是想要追上卡戎吗？卡戎真的存在吗？漆黑的噩梦，死亡的使者，那可不是坊间传言。希望我们不要遇到才好。这么说，你们准备离开了？是的，不过我们得等我们的朋友过来。你说的是约翰小子吧？我想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但我们也不能抛下他们。放心吧，沿着这条铁道走，你们会在无限大厦顶上的车站碰头的。对了，我在引擎里面找到了这个硬币，应该是你们的东西吧？幸运币，太好了，没想到还能找回来。快上车吧，在时间立场完全失效之前。那你们怎么办？我们也有必须要去的地方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丹尼也出发了。是。怎么这么慢？走了呢？嗯，走了。我们是不是也该出发了？不，妈妈他们还没有下来。现在他有山这个名字。是啊，好像也被照顾得很好呢。那个叫约翰的小子是个好人。哎哎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我们出来了。哎呀，约翰小子，我们又见面啦！老潘姆船长，大家都来了。我们已经把时间立场解除了。我知道，时间正在回归正常。我们又回到塔底了。这里才是真正的未来，真正的无限大厦，真正的未来。你们之前看到的都是幻象。那么，伊莎贝尔就在。这个真正的无限大厦上面，你是说你们那个朋友？那恐怕得上去才知道。约翰，我们快上去吧。哦，不要着急，让我们再看看你。果然被照顾得很好呢。嗯，是不是长高了？看来吃的也不错。但是老托马斯煮的饭太难吃了。虽然味道像泡在海水里的木头，不过还是好想再吃一次啊。要吃吗？我可以再做做看。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说到料理，约翰小子，把你那口锅给我看看。哎，可以升级了吗？嗯，是口好锅，一直在用，但也维护得很好。拿去吧，这是我们最后的礼物，希望他也能保护你们两个人。哦，好大！这不好，这很不好用吧？长大了呢，真的长大了。好啦，老头们的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面的战斗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不要害怕，你们已经足够强大了。约翰小子，妈妈就交给你了，要好好照顾她。一定要胜利啊，妈妈！不，现在是叫山对吧？火箭小队，我以前认识他们的吧？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，但是我好伤心。约翰，这是最后的战斗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艾娃和伊莎贝尔找回来。好，
这集的风来之国就先玩到这里，下一次应该是最后的战斗了。那个无限大厦里面那些怪让我这次有点不爽。应该山的那个光球啊稍微差一滴滴，或者是明明都已经碰到了还是判定没有。真的好烦啊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